今天我吃了团圆饭，去买肠子还有菜，但是我忘了带钱，所以我就去了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水果会便宜点。因为每一间店都有很多客，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不是太便宜的，的钱呢不是最好的水果或者最好的菜，放在路带路。去看，但是有很多人看了，如果那个肠子是特别好，或者的那个标准的的数目是好的话，就去拿。但是我不是跟其他人争的，我是看一看，如果我见到我最喜欢的肠子，我喜欢的话，我就去拿，就去给钱去买了，回家。